learnmandarinchinese.com. More information in the video description. 你好。大家好。大家好。大家好。 早上好。早上好。早上好。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 认识你很高兴。认识你很高兴。认识你很高兴。一会儿见。 一会儿见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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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再见。再见。再见。明天见。明天见。明天见。 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我喜欢你。我喜欢你。我喜欢你。 你太逗了！你太逗了！你太逗了！你真棒！你真棒！ 你真棒！你很漂亮！你很漂亮！你很漂亮！你很帅！ 你很帅，你很帅，你很帅。你爱我吗？你爱我吗？你爱我吗？我很爱你。
我很爱你。我很爱你。我不爱你。我不爱你。我不爱你。我很想你。我很想你。我很想你。让我抱抱你。让我抱抱你。让我抱抱你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我的名字是 Chris。 我的名字是 Chris。 我的名字是 Chris。 你是谁？你是谁？你是谁？我是学生。我是学生。我是学生。我在医院工作。我在医院工作。我在医院工作。你是哪国人？你是哪国人？你是哪国人？我是德国人。我是德国人。我是德国人。我是西班牙人。我是西班牙人。我是西班牙人。我是墨西哥人。我是墨西哥人。我是墨西哥人。我是法国人。
我是法国人。我是法国人。你多大？你多大？你多大？我二十五岁。我二十五岁。我二十五岁。现在几点了？现在几点了？现在几点了？现在下午四点了。现在下午四点了。现在下午四点了。今天我没有时间。今天我没有时间。今天我没有时间。明天是我的生日。明天是我的生日。明天是我的生日。今年我不想庆祝我的生日。今年我不想庆祝我的生日。今年我不想庆祝我的生日。生日快乐。生日快乐。生日快乐。祝你周末愉快。祝你周末愉快。祝你周末愉快。祝你一路平安。祝你一路平安。祝你一路平安。今天是九月九号。今天是九月九号。今天是九月九号。今天是星期几？
今天是星期几？今天是星期几？今天是星期二。今天是星期二。今天是星期二。我今天很忙。我今天很忙。我今天很忙。你今天做了什么？你今天做了什么？你今天做了什么？明天是星期三。明天是星期三。明天是星期三。你明天做什么？你明天做什么？你明天做什么？明天你想干什么？明天你想干什么？明天你想干什么？明天我要跟我的爸爸见面。明天我要跟我的爸爸见面。明天我要跟我的爸爸见面。昨天你做了什么？昨天你做了什么？昨天你做了什么？你能说慢点吗？你能说慢点吗？你能说慢点吗？你能重复一下这个句子吗？你能重复一下这个句子吗？你能重复一下这个句子吗？你能再说一次吗？
你能再说一次吗？你能再说一次吗？你能写下来吗？你能写下来吗？你能写下来吗？你能拼一下这个单词吗？你能拼一下这个单词吗？你能拼一下这个单词吗？你可以给我解释一下这个词吗？你可以给我解释一下这个词吗？你可以给我解释一下这个词吗？我听不清楚。我听不清楚。我听不清楚。是什么意思？是什么意思？是什么意思？我听不懂。我听不懂。我听不懂。我不明白这个词语。我不明白这个词语。我不明白这个词语。你好吗？你好吗？你好吗？我很好。我很好。我很好。我很高兴。我很高兴。我很高兴。我很累。我很累。我很累。我很难过。我很难过。我很难过。我很烦恼。我很烦恼。
我很烦恼。我感冒了。我感冒了。我感冒了。我觉得不舒服。我觉得不舒服。我觉得不舒服。我有很多烦恼。我有很多烦恼。我有很多烦恼。别担心。别担心。别担心。我渴了。我渴了。我渴了。你想喝什么？你想喝什么？你想喝什么？我想喝水。我想喝水。我想喝水。你喜欢喝葡萄酒吗？你喜欢喝葡萄酒吗？你喜欢喝葡萄酒吗？一杯咖啡。一杯咖啡。一杯咖啡。我要一杯咖啡。我要一杯咖啡。我要一杯咖啡。你喜欢喝茶吗？你喜欢喝茶吗？你喜欢喝茶吗？你想喝茶还是想喝水？你想喝茶还是想喝水？你想喝茶还是想喝水？我不渴。我不渴。我不渴。你今天晚上想吃什么？你今天晚上想吃什么？你今天晚上想吃什么？你吃饱了没有？
你吃饱了没有？你吃饱了没有？我吃饱了，你呢？我吃饱了，你呢？我吃饱了，你呢？饿死了，饿死了，饿死了。我想吃饭，我想吃饭，我想吃饭。你想吃什么？你想吃什么？你想吃什么？我想吃沙拉。我想吃沙拉。我想吃沙拉。我已经吃了，我已经吃了，我已经吃了。我想吃面条，我想吃面条。我想吃面条。我想喝一碗汤。我想喝一碗汤。我想喝一碗汤。我不饿，我不饿，我不饿。有菜单吗？有菜单吗？有菜单吗？服务员，请给我拿菜单看一下。服务员，请给我拿菜单看一下。服务员，请给我拿菜单看一下。服务员，买单。服务员，买单。服务员，买单。你推荐什么？
你推荐什么？你推荐什么？请提前打电话预定。请提前打电话预定。请提前打电话预定。今天天气怎么样？今天天气怎么样？今天天气怎么样？今天会下雨吗？今天会下雨吗？今天会下雨吗？今天很热。今天很热。今天很热。今天太阳很好。今天太阳很好。今天太阳很好。今天天气很好。今天天气很好。今天天气很好。你想买什么？你想买什么？你想买什么？我想买一张城市地图。我想买一张城市地图。我想买一张城市地图。我想买一双鞋。我想买一双鞋。我想买一双鞋。请给我拿这个看看。请给我拿这个看看。请给我拿这个看看。一共多少钱？一共多少钱？
一共多少钱？多贵呀？多贵呀？多贵呀？太贵了。太贵了。太贵了。我没有钱。我没有钱。我没有钱。我的钱包丢了。我的钱包丢了。我的钱包丢了。我想用美元换欧元。我想用美元换欧元。我想用美元换欧元。昨天我感冒了。昨天我感冒了。昨天我感冒了。我没办法睡觉。我没办法睡觉。我没办法睡觉。我感冒了，咳嗽了一上午。我感冒了，咳嗽了一上午。我感冒了，咳嗽了一上午。我发烧39度。我发烧39度。我发烧39度。我生病了，我很难受。我生病了，我很难受。我生病了，我很难受。
我经常头疼。我经常头疼。我经常头疼。我肚子疼，怎么办？我肚子疼，怎么办？我肚子疼，怎么办？我希望你早日康复。我希望你早日康复。我希望你早日康复。我的皮肤很容易过敏。我的皮肤很容易过敏。我的皮肤很容易过敏。你对什么东西过敏？你对什么东西过敏？你对什么东西过敏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那是谁？那是谁？那是谁？这只狗的主人是谁？这只狗的主人是谁？这只狗的主人是谁？你做了什么？你做了什么？你做了什么？你在哪儿工作？你在哪儿工作？你在哪儿工作？你工作太多了。你工作太多了。你工作太多了。你怎么知道？你怎么知道？你怎么知道？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？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？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？你最喜欢哪个作者？
你最喜欢哪个作者？你最喜欢哪个作者？你最喜欢哪个演员？你最喜欢哪个演员？你最喜欢哪个演员？请进，请进，请进，请关门，请关门，请关门。请坐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冷静，请冷静。请冷静，请安静，请安静，请安静，别说话。别说话，别说话，请听，请听，请听，请别吵。请别吵，请别吵，别哭了，别哭了，别哭了，你为什么笑？你为什么笑？你为什么笑？你稍微等我一下，我很快就回来。你稍微等我一下，我很快就回来。你稍微等我一下，我很快就回来。休息十分钟吧。
休息十分钟吧。休息十分钟吧。我们去电影院吧。我们去电影院吧。我们去电影院吧。别抽烟。别抽烟。别抽烟。我们一起去吧。我们一起去吧。我们一起去吧。走慢一点儿吧。走慢一点儿吧。走慢一点儿吧。不要浪费时间。不要浪费时间。不要浪费时间。请把音乐关掉。请把音乐关掉。请把音乐关掉。请把手机关上。请把手机关上。请把手机关上。你什么时候还我钱？你什么时候还我钱？你什么时候还我钱？我有一个主意。我有一个主意。我有一个主意。这是一个好主意。这是一个好主意。这是一个好主意。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。
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。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。你的意见怎么样？你的意见怎么样？你的意见怎么样？我想知道你的看法。我想知道你的看法。我想知道你的看法。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你同意吗？你同意吗？你同意吗？我认为我没错。我认为我没错。我认为我没错。你说的对。你说的对。你说的对。真的是这样。真的是这样。真的是这样。我给你发短信了。我给你发短信了。我给你发短信了。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？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？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？我的手机坏了。我的手机坏了。我的手机坏了。发生什么了？
发生什么了？发生什么了？你在哪儿丢的手机？你在哪儿丢的手机？你在哪儿丢的手机？明天我会给你发一封电子邮件。明天我会给你发一封电子邮件。明天我会给你发一封电子邮件。我忘了我的密码了。我忘了我的密码了。我忘了我的密码了。我忘记你的名字了。我忘记你的名字了。我忘记你的名字了。你是一个笨蛋。你是一个笨蛋。你是一个笨蛋。你怎么敢这样跟我说话？你怎么敢这样跟我说话？你怎么敢这样跟我说话？你需要帮助吗？你需要帮助吗？你需要帮助吗？你可以帮助我吗？你可以帮助我吗？你可以帮助我吗？你能打电话叫救护车吗？
你能打电话叫救护车吗？你能打电话叫救护车吗？对不起，我帮不了你。对不起，我帮不了你。对不起，我帮不了你。医院在哪儿？医院在哪儿？医院在哪儿？你去哪儿？你去哪儿？你去哪儿？我现在要回家了。我现在要回家了。我现在要回家了。邮局怎么走？邮局怎么走？邮局怎么走？最近的药店在哪儿？最近的药店在哪儿？最近的药店在哪儿？这个座位有人吗？这个座位有人吗？这个座位有人吗？我有一个问题。我有一个问题。我有一个问题。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？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？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？我不知道。我不知道。我不知道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请再说一遍，请再说一遍。
请再说一遍。对不起，刚才打扰你了，请继续。对不起，刚才打扰你了，请继续。对不起，刚才打扰你了，请继续。你刚才说了啥？你刚才说了啥？你刚才说了啥？你结婚了吗？你结婚了吗？你结婚了吗？你有女朋友吗？你有女朋友吗？你有女朋友吗？你有男朋友吗？你有男朋友吗？你有男朋友吗？我有一个梦想。我有一个梦想。我有一个梦想。我的梦想是让世界更好。我的梦想是让世界更好。我的梦想是让世界更好。给我画一只羊。给我画一只羊。给我画一只羊。你在哪儿？你在哪儿？你在哪儿？我该走了。我该走了。我该走了。不要在乎别人怎么说。不要在乎别人怎么说。
不要在乎别人怎么说。不管你说什么，我都不在乎。不管你说什么，我都不在乎。不管你说什么，我都不在乎。我实在没办法。我实在没办法。我实在没办法。你的句子是错的。你的句子是错的。你的句子是错的。我觉得很抱歉。我觉得很抱歉。我觉得很抱歉。